除非王上那句大赦天下，程璇才有可能免于一死。我真不敢相信明玉姐姐是这种人。郡主千真万确有她的苦衷，既然玉王殿下那么想知道，那我就告诉你。你放心，本王此生定会许你一世的恩惠荣宠。现在应该尊称您一声贵妃了吧？程璇就是因为跟你在一起，才会战死在沙场上。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，中天娱乐台，长安诺。